罗·乔伦拥有精湛演技，也曾出演不少台剧，而他在多部作品中出演的都是反派角色，但他私下个性格外亲民，也不时会在社群平台与网友互动，与角色形成很大的反差。罗·乔伦近日在社群平台上传了一张脚趾头的特写照，照片中可以看见他的其中一只脚趾头呈黑紫色，似乎是因为受到重物压伤而导致淤青。他在文中透露，虽然发出来的照片不美观，但只是想表达受伤太严重，不仅看起来有点吓人，走路也十分艰难，直呼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。虽然他没有在贴文中详细说明受伤原因，仍有不少网友送上关心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Bye.